资料你给他了吗？给了。哦，那个谢谢啊。你要喝点什么吗？我帮你倒一杯。哦，咖啡吧。只有水。那我不喝了，你忙吧。忙完了，忙完了肯定出来。那什么，那我能不能我先？你别走啊，再等等呗。不是，我想上个厕所。啊，去吧。认识路吗？张总，里面请。哎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来，坐吧。好嘞。我呀，还得感谢您呢。这个百忙之中啊，抽空见我一下。嗨，其实我们早该见面聊聊了。你看，我们在一直是门对门的啊。是是是，您这不是一直忙吗？我之前呢，也没好意思啊打扰您。我也是瞎忙。要不咱就直接开门见山，您给我计个时。不用计时。别呀，您看那个您别在我这儿通融我呀，您按规矩咱还是五分钟。我的意思是啊，你不用跟我再说什么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。那您觉着我这个乘胜赢家，我们觉得目前没有投资的价值。不好意思啊，咱们毕不了业了。都去我那屋。
把那个钱分分吧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一捻，叔叔拿到钱对我把头点，我说叔叔再见。话很简单，没有纠缠，你离开我也没太多遗憾，到孤单，当爱变成负担，谁都懒得去管，连分手都不谈，谁慌了，相互依偎的温暖，每一晚没有对方的不安，我们还是我们终究想错了勇敢，走，请你吃饭。来看笑话吧。这是你公司也是我公司，我有必要看你笑话吗？对啊，你那个罗总说的对啊，我没撑到两个月。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一个失败的人需要帮助吗？我什么都不需要。就你这样特别欠扁，你知道吗？不过你这不服输的性格我倒是挺喜欢的。行了，把眼泪擦擦啊，楼下等你。那倒上倒上，跟你说啊，我算是看着你尝试，你就是一个公主的心丫鬟的命，我觉得你啊，你还是踏踏实实的你当个高级白领吧，你别想着创业了，真的真的。不说，快喝酒喝酒，今天不喝都不能走啊，咱这频率啊有点快。没事吧？还行。这喝混酒我真不太行，有点上头了这。等会儿我吐会儿去。嗯，吐会儿去。我陪你一块吐会儿去。公司黄了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你穿这身衣服，还有我觉得你家这沙发是不是可以换个颜色了？我认为这是件很正常的事儿。十个创业公司里面呢，有九个到最后呢都是倒闭了，我只不过不是那一个而已。行
先向你表示一下同情啊，这个没别的意思，创业倒闭是正常的，创业失败，失败再创业。你看人家创业吧，也是一年半载以后才这个倒闭失败的，你这个是不是时间有点两个月不到？你得看看是什么原因吧。这说明啊，我很不平凡，说明的公司很不一样。哎呀，长胜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嘴硬了，好不好？我问你，你后边怎么办？还继续干不干啊？黄都黄了，还干什么呀？你这么容易气馁啊？你以前创办公众号的那个热情到哪儿去了？你不是说你这个长盛公众号很厉害很牛吗？我记得我那时候别墅卖不出去，你这把消息弄上去，没一会儿就卖了。他那个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因为那个时候的长盛家呢，他是不做广告的，所以你发一广告，大家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也不懂。你为什么不做广告？他这个创立这个账号的初期啊，他就是为了做这个公益，他是一个。那你有什么养你的公益行为呢？你总得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吧？没有，你连安身立命之本都没有，你还要去谈公益，这不是空中楼阁吗？我不是不赞成你做公益啊，然后这个帮助别人啊，可是前提条件是你得自己先把自己帮助好了。当然了，你这时候情绪挺低落的，我不该说你，但是我就觉着你别太好高骛远了。人还是要脚踏实地一些，公益啊，帮助别人啊，回馈社会啊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但你得看在哪个阶段完成它。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属于比我好一点吧，你一步在过河，也自身不是太能保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先活下来。这样吧，你也别气馁了，你换身衣服，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啊。沙发的问题，就这儿。你就跟这儿上班啊？对啊。你这靠谱吗？靠不靠谱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哎，文总。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身体恢复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谢谢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那就开始工作吧。行，但是我今天不是来上班的，我是带我这个朋友，他想过来体验一下咱们的服务。啊，长盛，这是温总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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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位兄台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嘿，你说话跟那个看相的一个味儿。什么看相？人家是有一说一，说你这个天庭饱满。啊，靠得住吗？你干什么呀？你有话好好说。那个他呀，就需要有人好好夸夸，啊，好好夸夸他。所以我今天带他过来。啊，那好，我给你们安排一个你的老朋友。谁呀？在一号包房，过去看。哎，好，你跟我过来。文姐，哎，小明。哎，郭松浩，怎么是你啊？哎呀，哎，坐坐坐。就是上回你夸完我，我听进去了。我暂时先不创业了，我先找个工作。我现在也是夸夸师了。是吗？我都没听文总说呀。你这几天不请假了吗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那个这是我朋友常胜，他今天就是来求夸的。啊，这个公孙浩呢，原来是我的客户，现在也成夸夸师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那咱们现在就开始，开始开始，我看看你怎么夸人啊！咱们可以沟通沟通，交流交流。好，哎，别，我有点紧张。本人公孙浩，夸夸俱乐部金牌实习夸夸师，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？我没什么需要服务的，是他硬拉着我上这儿来的。他拉着你来，你就来了？啊，尊重女性，在意他人感受。gentleman， 不是，我就是好奇，你们这夸夸俱乐部是怎么个意思？就是拍马屁啊！好奇心是促进人类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因为好奇心，牛顿1687年发现了万有引力，也是因为好奇心，人类才拍到了第一张宇宙黑洞的照片。这张照片你看见过吗？看见了。你看，时刻关注天体新闻的人，他运气都不会差。
您跟牛顿、爱因斯坦那是一样的，你们身上都有人类最优秀的素质，就好奇心。也是因为这个好奇心啊，来到了我们夸夸俱乐部。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声明一下，我们绝对不是拍马屁。哎，咱呀，咱别老扯那些没用的啊，虚头巴脑的咱就不聊了。我呢，创业失败了，你夸夸我呗。您这也看着不像个没钱的人。哎，我还真就是没有钱。敢于承认自己没钱，而且敢于在女性面前承认自己没钱，这说明您是一个直率、啊真诚的人。你不像我，我到现在都不敢说我自己破产了。啊，那说明你这人啊要面子。是，我是要面子，这是我的弱点。哎，我这人也要面子，要不你夸过我这个弱点？啊，那个，你看，其实要面子，那也是体面的一种表现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他开始夸他自己了。你看，幽默，啊，这是我今天在你身上发现的第四个优点。那个。王先生，我问您一下，您创业失败一共损失了多少钱？一个亿，一百万。你一百万你就买到了人生失败的经验，值了。啊？你知道我买人生失败的经验花多少钱吗？多少啊？八百万。八个亿。而且分三次，但是我是逐次的递减，这一点我比你成功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应该是。那我对你开始刮目相看了，你还能这么平稳的坐在这儿，你真挺了不起的。那你看，别人创业啊，都找风口，我遇到全是浪尖儿，最高的浪尖儿，唰。一拍即散，总是比别人慢半拍。这债主啊，天天晚上上门砸门泼粪，我这不也挺过来了吗？直到我最后对生活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我来到了咱们夸夸俱乐部，我遇到了甜蜜。他给你夸过来的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是。这样哈，那个我插两句哈，先不说你的事儿啊，先不说夸你的事儿，顾总好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觉得你夸人有问题，啊，你可以拿笔记一下，这个我就发现你在说他这几个夸的时候啊。反应太快了，太快，节奏不好就像假的了，就循序渐进，是吧？对，他一说出什么，你马上就夸他，他会有抵触心理，你有抵触心理吗？有吗？说实话，有。你把他比牛顿、万有引力、苹果、黑洞太大了，这他自己都不信，你知道吗？你夸人，你得真诚的。正儿八经的，你真的是看他的优点是什么，用比较合适和恰当的比喻，你不能让他觉得这个比喻离他自己特别远，他心里就会否定，他觉得你就是拍马屁，所以他会说那话，他说你们这是拍马屁呢。就我先消化，然后再反馈给他。对，而且这个东西，咱不要太夸张。他说他有好奇心，好奇心是一个好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好奇心的，但是好奇心要看好奇什么东西。你好奇我这个东西，说明你对我这个感兴趣，说明我有价值。你是真得看到他的优点，啊，都得是真的，而不是玩套路。有的人好奇就是心里好奇，他不会付出行动。你这个好奇把好奇变成行动了，好奇一旦产生行动，就会产生一些价值的东西。啊，这重点。我觉得夸夸俱乐部其实最重要的说不是拍马屁。不是什么都能夸，你看，你问工作的话，我也很多东西不是上来就夸的，我也是
有一些否定的。对，是这之前我都经历过。我觉得他基于一个真实的交流，真实的沟通。你当然是寻求夸的，那我们是给你建立自信，让你更加的看清自己，自己没那么糟糕。走出去，放眼望出去，左边500个，右边500个人，可能你不是那最糟糕的一个。只要你不是最糟糕一个，我们就任何人有反叛的。对，我们主要就是引导，啊。对，让你对自我进行一个肯定、认可、爱上自己、喜欢自己、不嫌弃自己，才有动力创造下一次的奇迹。哦，其实你想我来这儿呢，受受教育，就想告诉我说呢，失败了不要紧。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走出来，得靠自己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对对，是不是也见谅了？是啊，你告诉我这个道理，你在家告诉我就完了呗。你让我上这儿花这份钱干什么呀？不是我，姐姐，这是我今天在您身上发现的第5个优点。人生没有如果，创业没有彩排，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随着创业的进程。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，我觉得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说更有警惕作用，那就是成功是失败之母。很多创业者，包括我自己，在失败之前多多少少都成功过，甚至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之前的成功导致了眼前的失败。坚持最初的方向，改变自己的赛道，但是有一点我是坚定的，那就是我不会因为失败而离开，不会因为挫折而谢幕，只有留在场上，才有胜出的机会。那个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咱们说正事儿啊。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出书那事儿，还能出吗？能啊。哎，我劝你那么多回都不答应，你现在是想通了是吧？哎，这样，你先跟我说这个出书啊，都什么流程？你给我叨咕叨咕。哎呀，你只需要做两件事，我告诉你啊，第一签协议，第二你把你那个公号里边的文章整理整理，然后选出20万字左右，其他的事儿都不用你操心，你就等着收钱就行。哦，那我能收多少钱啊？多了不敢说啊，你的版税收入至少10万起吧。我能先支3万吗？行啊，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就转给你。真是哥们儿，我先谢谢你啊！哎，见外了，见外了。我说，你要3万块钱干嘛？我这不是从零开始创业吗？回来了，哎，别跟那站着呢，来，看看我给你们做的这一桌的菜。嘿，你看我这时间掐的真是准。来，看看，哎呀，怎么样，可以吧？来，坐下啊，咱们俩那个边吃边说啊。有事儿？啊，事儿不小。嘿，这一下就被你们看出来了哈，是有点事儿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来，坐下啊，妈，您也坐啊，咱们先吃饭，好不好？来，啊，先不吃饭，你给妈交个底，是好事儿，是坏事儿，说一下，要不然我这小心脏突突突的，我也吃不下饭啊。好事儿啊，咱肯定是好事儿。来，爸，那个我把酒啊给您倒上，咱俩喝一口啊，来，给妈一口。我看呀，不会是好事儿。儿子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啊，就是这个，我这公司啊，倒闭了。啊？这是好事儿？好事儿啊。哎，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啊？我是吸取了这次我开公司啊倒闭的经验，哎呦，那我获得了宝贵的创业的经验呀，人生的财富我都获得了。我为了我的第二次创业啊铺平了道路，而且为了我更快能够达到人生的巅峰。是你刚说你那个第二次创业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他是这样的，爸，
我这次创业的这个失败的主要原因啊，是因为我这摊子呀铺的太大了，这资金啊有点跟不上。这不是为了第二次创业吗？我就决定了啊，我从零开始，我接着开公司。明白了，要钱。儿子，咱们家的情况你是很清楚的，没钱啊。怎么没钱啊？那前段时间你忘了，甜蜜他爸爸妈妈还了我们300,000。那个钱是留下救命的呀，我们多大岁数了呀，难免有个小病小灾的，没钱怎么能行呢？你现在什么时候啊？现在是儿子创业的时候，我们父母不帮谁帮啊？不可能，那个钱你想都别想。不吵架，哎，拜拜，可以，咱们不吵架，不吵架，好不好？心平气和，咱不吵不吵啊！我是说需要点帮忙，但我没说要用你们的钱呀，是不是？不要钱，要命啊！你看你俩这幽默了是不是？是我现在创业呢。是需要资金的支持啊！你看，还是要钱。你先，你让我把话说完了嘛。他不是要钱，他是这样的，这个创业嘛，现在能省他不就得省吗？能不花的钱他就不花呀，是不是？我现在琢磨这写字楼啊，太贵了，租他我也租不动了。现在我是觉得说咱家有地方，那为什么不用咱家地方呢？没必要租人家那写字楼去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不，等会儿。儿子，你是想在家里办公？那我跟你爸住哪儿啊？不，我没说在咱这个家办公。哪有哪有，还别的什么家呀？棋牌室这不可以吗？你要到你爸棋牌室去办公？对，看，果然是要命，我不同意。哎呦，儿子，你这真是要你爸的命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你不知道，儿子。这棋牌室有多少人要花高价向你爸去盘啊？你看啊，他们想弄成咖啡馆呐、茶室啊，什么这乱七八糟想法都有的，你爸都不同意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还是想别的吧。我弄那个棋牌室啊，它不是为了钱啊。你看这些年来，咱们这一片拆的拆，搬了搬了，对不对？就咱们这个小区一直没动。你看秋菊、老康、老马这些人啊。都是20多年的街坊了，不容易。我们这些人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也没什么娱乐活动，啊，你说平时在一块儿喝喝茶、打打牌，也就是为了高兴高兴。我做这个棋牌室啊，就是为了这些街坊邻居。就拿老康来说，他每天在棋牌室的时间啊，比在自己家里的时间都长。我要把这个棋牌室给你做的办公室。那这些街坊邻居，这都去哪儿啊？你爸说的是真心话，儿子，宁可在家里，也不可能在棋牌室，不可能。对，我都懂，这个我也知道，那个棋牌室的这个地位啊，就是非常的重要，也非常的伟大。你们跟老街坊的友谊啊，非常的这个深厚。这棋牌室啊，必须得办下去，而且绝不能关门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你看你棋牌室那地方不挺大的吗？他不是所有人啊都能把那空间填满了。哎，我看了啊，就你那个靠边上那个阳台那块呢，就几平米，你借我试试，我跟那儿支个办公桌，我这两不耽误你，你们该喝茶喝茶，该打牌打牌，多好啊，两全其美，是不是？这个办法可行的啊。棋牌室挺大的，你说他们平时来不可能人来的那么多，有些地方都空着呢。给儿子办公，应该说是物尽其用。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来来来，爸爸爸，我敬你一杯。来来来，先别喝酒，我想想，让我想一想。你看我这事儿啊，我都替你想完了，老爸。来来来，我的钱呀都给您准备好了。3个月的房租啊，可以吧？啊，不是，儿子，你不是资金紧张吗？怎么还付这个？不用付，不用付。不，这个是我想想啊，我想想，是这样的啊，如果是不影响正常的营业的话，我觉得可以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看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个不得付物业费啊、水啊、电呀、啊，是吧？煤啊什么的，是不是？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啊！哎，
他不是你兄弟，是你爸爸。哎，对对，这个亲父子也得明算账了吧，是吧？是啊。哎，你看这孩子想多周到。哎，去，这个这多少？一万三，三个月一万三，三得九，这个挺好，可以可以。哎呦，那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多什么多？太多了。去，跟这老财迷。行行，可以，孩子想多周到。哎，来，我敬你们。好呀。没有儿子敬爸的。啊啊！胡说，我说急了。我敬我爹，我接我爹。来来来，谢谢老爸啊。想真周到，我干了啊。我干了啊。嗯，反正大学生环境你也看了，格局呢，反正就没格局了。您就帮我把这小号给截出来，我能放两张办公桌啊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大样你别给人动，咱就越快越好。您估计咱得多长时间呀？我估计得十天。十天呢？那能不能把工期啊缩短点？那我得加加班。几天？短个两天。太好了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时间呀，它就是生命。那咱能不能今天就开工啊？跟你宣布事儿啊，我准备开始二次创业了。真的？恭喜恭喜。是这样的，我听取你的意见，采纳了你的方案，我就准备呢经营我那个自媒体，长盛赢家，而且呢听你的，开始做广告。你看，你要早听我的，早成功了，是吧？我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吧？没有你啊，我也能成功。别夸两句开始喘。是是是是是。哎，那我问你了，那你二次创业？钱从哪儿来啊？没钱呀。没钱有没钱的做法嘛。我准备把那办公桌啊设到我爸那棋牌室去。那儿啊？嗯。那儿会不会有一点太热闹了？哎，有门挡一下啊。哦。那你打算招多少人啊？没钱招什么人啊？我撑死了招一合伙人。哦，明白了，就是你们俩一起合伙。不，你看啊，我负责写，推这个自媒体平台，那我得有合伙人帮我拉业务、找广告什么的，是吧？嗯，对对。新创业，这未来怎么发展的事儿，再想。成功的第一步呢，不是先得活下来吗？嗯，我的谈话还是有效果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，你说的，嗯。其实你要是早点拉广告，是不是就会早一点改善了？哎，我不知道你们这拉一单广告多少钱。比如说，你这公众号一年下来，如果是这个广告比较多的话，这大概能挣多少钱啊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是一个顶级的公众号啊，一年广告费啊好几千万呢。多少？几千万啊？这么多？这都算少的，我跟你说啊。之前我是因为太清高了，不愿意给自己做这广告。我要之前做广告，我现在也好几千万了，那好多东西都我给推了呢都。你觉得我可以做你的合伙人吗？你真是别小看我，你看我在这个汽车行业崭露头角，我都卖了好几辆车。我们经理说，就照我这个发展速度，都能拿到这个月冠军，就是说不定还能季冠军，说不定还能全年的冠军。这我也算是有了工作经验，也有了一定的人脉。我觉得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能够助你一臂之力的。再说最关键的是，我要挣多了钱，我才可以还债。我挺在乎这个机会的，我想争取一下。用我吧。不行啊！不行啊！没工资干吗？没工资？你逗我玩呢？没工资？我包吃包住。那也不行。你要成功的话，给你提30%。成交。明天上班吧。哎。爸，都弄妥了。
妥是妥了，就等着开业了，是。那准备啥时候开张啊？计划明天吧。啊，别担心啊，人不多，就我跟甜蜜俩人啊。哦，两个人，这个条件是艰苦了点啊。是，那个艰苦就艰苦点吧，这不是吸取了上次这个经验跟教训吗？啊，是，是得吸取，对，是得吸取啊。干嘛呀？赶紧拿着。啊，这。这是我棋牌室的一张银行卡，这个钱给你，赶紧收着，别让你妈看见。那不行不行，哎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收着。困难归困难，爸知道你创业需要钱，该花的还得花的呀。拿着。不是，爸，你这没事儿，你以后赚了钱再还给我嘛，是不是？你妈呀，她一直惦记着我这卡里边的钱的，我要不给你。还不得落你妈手里边呢，啊，拿着啊！哎，查死我！啊，我这忙着呢，喊什么呢？哎呦，你的茶也不洗，都馊了，快过来，什么洗掉？什么记性？真是！快过来！甜蜜啊，公司给你颁个奖，啊，最具拼搏精神奖，知道这个奖为什么颁给你？自打你入职以来，你的努力大家是有目共睹，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成为一名优秀的汽车导购，实属不易。这更难得的是，生病期间还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带病坚持上岗。哎，这种精神，我都佩服，更别说其他员工了，现在都没迟到的了。所以这个奖实至名归。车总，谢谢啊，谢谢您把这个奖给我。哎呦，这个奖我拿得很愧疚。但是我收着，我谢谢您给我的鼓励。我今天来，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跟您张这个口。嗯。我是想跟您说，我想辞职。辞职干什么呀？我想自己去创业，和别人合伙。甜蜜啊，你别开玩笑了。啊，这创业公司的风险你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收入也不稳定啊。你说你在他这干好好的，你干嘛辞职啊？我别都不敢说哈，不出半年，别说是咱们店，就连宁城市，你都是最优秀的汽车导购。你说你要是走了，不是，甜蜜，你要是对现在的薪资有什么不满意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向集团申请，是吧？你的情况我也清楚，我们可以一块共同想办法。你辞职我不同意，你回去啊，再好好想想。我知道您舍不得我走，其实我也挺舍不得这儿的。我其实纠结了挺久，真的不太好意思跟您张这个口。要说公司对我真的非常好，尤其是您，你说当初破格录取我，因为知道我的这些困难，然后又给我这么多机会，然后又让李梦就是前前后后的教我，刚开始工作您就放我假。我说实话，我心里面，我是真的对您特别特别感激。哎，你要说到工资和待遇这些，如果被我一个人破例，我也过意不去。而且综合各方面考虑，再在公司做下去，它的空间是我能预估的。说实话哈，我去做这个创业，我也不知道前途怎么样，至少现在可能跟咱这儿的给的薪金也都没法比，可是我想人总是得拼搏，得试一试，得奋斗。我希望未来的空间能够更广阔一些，更大一些。所以权衡了半天，我想还是要抱歉的跟你说，我得离开。哎，话都说这份上了，哎，强扭的瓜也不甜。那这么着，你如果在外边创业呢，干得不舒服，干得不顺心，再回来，啊。谢谢啊，车总。就把这当你家，这奖呢，我先替你保留着。就这儿吧。你怎么想的呀？这刚干出点起色来，你就不干了？这长盛是有多大的魅力啊？不给你不开工资，你都去给他卖面了。是他魅力大呀，是我自己想多挣点钱，是我自己想去创业。
你千万别被他给你画的这什么合伙人的饼给骗了，钱装在自己兜里才是真的。我知道我不是冲着什么合伙人这种名称去的，我清楚得很，我就想试试看看。我觉得创业来说，获利的空间还是大一些。在这边的话，拼死拼活，这个提成也就这么多，什么时候才能把债给还清啊？反正我是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，创业多难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你都知道。谢谢你啊，一直帮我。你说你在这儿，咱俩还能有个照应。你这要是走了，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Thank you.